网上啊对洗碗机的评价口碑差异非常大，有部分的用户对洗碗机依旧停留在难安装、容量小、洗不净、烘不干、不智能的这些看法之中，感觉还不如手洗。今天我带着鱼米 AI 洗碗机 Mileno 15套，针对大家所关心的问题一一解答。听说这款洗碗机还可以自动关门。是的，自动开门啊，是少数轻奢品牌采用的高端烘干技术，而鱼米 AI 洗碗机 Mileno 15套在其基础上再升级，实现了自动开门加关门，利用内外空气对流加速烘干餐具，烘干过程中温度可以达到60度以上，能有效避免蟑螂等昆虫进入洗碗机。自动开门烘干15到20分钟后自动关门，开关门全过程都会有提示音。开门烘干效果怎么样？烘干后内壁会有水珠吗？传统的洗碗机烘干的时长大部分在30到60分钟， Mileno 15套的洗碗机在相同的洗涤模式下开门烘干能够节省足足17分钟的时间，可以快速的将水蒸气排出洗碗机，同时 PTC 热风技术也会加速餐具上的水汽蒸发。洗得干净吗？需要先冲一下吗？不用，我们自带预洗功能，餐具直接放进去就可以。洗果蔬的话可以自己购买洗碗篮。洗碗机有一键静默洗的功能，在预洗和煮洗的过程中，洗碗机会自动的检测油污的浓度，费不费水电。 Mileno 的15套洗碗机它是二级的一个水效，耗水量的话仅为手洗的1/3，用电的成本仅需要4毛钱左右。可以当消毒柜吗？可以的，这款洗碗机功能高度集成，它既是一款洗碗机又是一款消毒柜，拥有168小时7天生存功能，可以消除 99.99% 的细菌和病毒。家里就2-3口人，有必要买这么大的洗碗机吗？非常有必要，人少的时候虽然碗筷不多，但还有炒锅、电饭锅的内胆、锅铲、菜刀、砧板等等，这些都可以放进去一起洗，10大洗涤程序一键触达。针对中式厨房空间有限，我们 Mileno 15套采用独嵌两用设计，底角高度可以自由调节，与厨房的整体设计完美的融合。